好，大众请起立，请合掌，向佛陀一问讯，互相问讯。阿弥陀佛。等一下啊，先把那个。阿弥陀佛，现在我们开始进入那个《华严经》一海版门。那《华严经》一海版门今天这个师父有讲这个述义啊，述义就是我们呢是公思玉老和尚的注解啊。那义就是就是我们那个。义海百门就是华严经的华严经华严海这个华严的大海的义理，它可以用一百门来，就是一百个义理来那个来述说，这个义的意思就是这样，义理，所以它是用十门，每一门有各有十义，十个义理来演唱去那个道理，所以叫做百门。那么，所以一海就是，华严经下海一般的义理啊，叫做一海，它的义理像海一样无量无边，就是没有边际。那个我们对照一下那个华严经华严经的十地品在十地菩萨的时候。他其中有一段 经文是这样说，他说那个我们都知道十地菩萨又叫做那个海云地哈，他就是像他就是哈，他的那个所了解的法像天上的云哈，无量无边没有边际，像海一样无量边不可言。这个海不是我们地球的这个海我们的地球海已经是无量无边了，它是这个海是华藏世界的香水海那个更不可思议那是无量无边的香水海所以有空大家可以去看翻一下那个华藏世界的图里面它有香水海，整个华藏世界有无量层很多层，然后它底下的那个香水海你看这么多无量的世界它的香水海那个海更是无量没有边际在佛眼来看这些就是像这样子无量无边那个刚刚师父有讲到这个金大建福寺后来我有去查了一下那个大建福寺在哪里，在小雁塔附近因为我刚刚去查 Google 地图了看哈，大雁塔广场附近在大雁塔在大慈恩寺附近所以它是在大雁塔那边确定是在大雁塔所以它算是在皇宫之外然后西的长生殿这个华清池以前华清宫的地方叫长安宫那么最重要的就是本身法界缘起这个夫缘起难思量遍通于一切法界卷彻成显现于十方这个法界缘起它是难思议是周遍一切是不可思议缘起它是无相的那个我们智玉老和尚他有解大家翻一下
二十页。哦，他在华严的义海的宗旨，他这一段是主要讲华严义海的宗旨，在20页中间这边，倒数1、2、3、4、5，哦，第五行中间此标出华严义海之宗旨，明法界缘起，法界缘起，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互摄互入，匆匆无尽。你这没有办法思议啊，难思难议，然后。你要想要通达的话，必须要在前面，倒数第二四六七，倒数第六行啊，他这边讲，成显现于十方量者，就是性，成也，这两个都是一样的意思哈。这个你可以想到那个印光大师他有讲这个。念佛方能消除业，结成智可转凡心呢、啊，所以你还是要结成，成心到一个程度，就是他相信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才能够显出这些法界缘起所以这个对应到我们之前在学法界，华严五教止观，他在顿教的时候，最后不是说要不断的去熏修。然后不断的用功哈，保任，就是要诚心信心到这个程度，不可思议到这样子，才能显现出一真法。顿教就他行一真法界性，他能够体验到一真法界性，顿教的时候才能显出一真法界性，所以这个都是有互相关联的这样子大家就会知道所以我们还是可以回到。前面的三部论，它是基础。所以我们不管是念佛啦，或是做各种修行啦，你要常常问自己，是不是真心真意，是不是诚心，是不是包括念你网上，是不是真的真心真意啊？如果是真心真意，包括你晚上睡做梦你很喜欢这个法，很喜欢华严的法。非常喜欢到已经那个吃的喝的吃喝玩乐都不是你第一个第一个最喜欢你最喜欢的就是法，喜欢到你晚上做梦都还是喜欢法，那你的那个三昧就会现前，在那个《观无量寿经》里面，其中有一观它叫做你的观察要跟十二部经教的道理吻合，如果不吻合即是邪观；如果吻合才是正观所以你的心要可以跟十二部经大乘十二部经教的那个道理要吻合，所以你的思维、你的想象，通通都要达到这个程度。包括你去看电视啊、看连续剧，你都你你不是。不是在里面沉醉在里面，你是看的时候，你可以用佛法的那个思维去分析这里面，知道这是苦空无常，不净虚假无我，你可以很深入的，就是所以暂时这个时候，你不管是做什么，都会跟法相应，所以要喜欢到跟诚心信心到这个程度。还表示说我们的修行有点上路，这个意思这一段也是这个意思那在义海百门里面，常常都用义为城来做譬喻上一堂课师傅有讲，用义为城为譬喻来讲法界缘起的不可思议，所以又叫做作义为城大转法轮。其实我们本性当中本来就具足。一切那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本性具足这一切。你看那个释迦牟尼佛，他坐在那个菩提树下，你不要小看那个菩提树，他
他那个原籍以要原籍以前，人家就那个弟子就问他，你要念佛的功德，还要念菩提树的功德。你不要小看那个菩提树，菩提树里面就有无量无边的世界，无量无边的义理在里面。啊，包括一个叶子里面都有无量的义理在里面。啊，所以我们有时候去那个朝圣，到印度去朝圣哈，你只是看那个菩提树，只看那个，只是我们只是看表象。啊，如果你是念数功德，念到成一个程度的时候，它里面就有无量无边华藏的华严世界的道理在里面。所以菩提道场的道那个智慧都在里面。所以我们所以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可以看到诸相，可以看到那个非相的那个部分哈，你就可以见到如来，就可以看到如来的。真正的菩提道场是这个菩提道场，所以这都不是我们凡行猜度可以了解的，所以要从这个阶层智可转凡行哈，要从信心，你不要小看那个信心哦，信心到达极点哈，你不要小看信心，信心清净则生实相，信心。达到极限的时候，它达到清净的时候，哈，实相就会现前。所以那个在净土经的那个净土祖师，他净土经里面讲无量寿经讲，他说诸佛的那个不可思议的那个哈，除了那个一生不处的菩萨哈，跟佛可以达到究竟，非一生不处的菩萨哈。不能真正的相信，他是没办法相信。你看，要到一生不处的菩萨，他才可以相信。所以你不要小看一个信心，信心，到了极限的时候，他就是佛位，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所以你看《金刚经》讲，信心清净则生实相，信心达到了极限了，那就成佛了。52位阶都达到，感觉正式到妙觉去。所以，不要小看一个信心，诚心到一个程度哈，你信心就会生长到一个程度，它是互相有关系的。然后再来就是“心海从容，一人即而表意”哈，这个的意思哈，信就是法界缘起它的那个缘起的性空啊。我们之前有讲过，就好像海浪的水性。海浪的水性，你能够进入毗卢心海，毗卢心海就是我们的自信。你看我们常常都在念心经啊，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好像什么都没有去。那个意思是说，自心当中哈，不去攀缘所有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不被这些干扰到，达到那个究极的时候，没有一切哈，就是拥有一切，自然你的心可以自己做主，不然我们被眼耳鼻舌身意啊，色色香味18界给它控制住了哈，你就不能做主，你能够达到那个真的那个空性，到达那个哈，你想要就像佛陀一样，他想要变一个。极乐世界，它就可以变一个极乐世界。想要变一个娑婆来度众生，就可以变一个娑婆度众生。在华严教里面也有讲到这一部分啊，所以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就是什么都没有，其实是什么都有所以才叫性空真火，性火真空因为性空，所以你的火可以。随着你的心的缘，可以去做各种变化都没有问题，所以就是这样。以前我在那个晚上去在工厂里面巡了哈，像现在天气很冷，对不对？天气很冷，哇，好冷好冷哦。那需不需要暖炉？你就心里想着火哈，在那个想着火，然后身体就暖。这个是要慢慢的。那个，在那个
楞严经的火大，它有一个菩萨，他是金刚修金刚三昧的，他就观想脚开始慢慢软然后哪里变成软这个都是就是一切法心想生慢慢出来的，所以就是一切法界缘起啊，你能够通融通的这些里事外的道理就可以通融这些的法界缘起的道理。那法界缘起道，因为要适应各种根基呀，小始、中顿、圆、五教不同的根基它的印记不同但是都可以让它同入一层的道理这个是同我们之前提过那个法华天台中就是同教的概念，它通通都可以应各种机号，它都可以达到一层的道。所以我们赞叹佛的那就是一些心得分享，跟大家分享。因为这个法界缘起那这个百门谛那个师父也讲，就是你实际上已经把这个，他所有都是用十个以十为单位，像十学等啊，还像现在讲的华严经海百门谛也是十个门，然后呢有十个谛，合起来就100个。他主要的呢是在说明呢。这个诸圣经藏的法界缘起呢，用一个小微尘来代替，因为小微尘是世间算里面最小的单位，所以说是讲说是以微尘来转这个大法门的，然后彰显其法界的圆满地方。那它最主要佛教最主要的地方就是它的体相用。那体会空性融通理事无碍。然后呢，印记说就是五个小始中顿圆。来说明它的圆满无碍，说明呢一乘法界的缘起。那我们在讲那个华严经的时候呢，就讲到说，所谓法界缘起呢，就一体一切，一切即一，不设不入，重重无尽。以法界为体。那个所谓的一真法界就是实相，那实相呢，就是像他们讲的真理，实相就是无相。缘起呢为用，所以佛法呢最主要表象的。就是它的体相用。这个就是佛法的这个它的表征的地方就是这样子。然后呢，我们的受学者呢，以佛的智慧呢，让这个佛的智慧呢，我们可以了解佛的那个智慧的光大显要不可思议。所以呢，在这个依报或气世间的依报或正报呢，就是沿着这些。而来的。所以我们可以了解说呢，佛菩萨呢，在这边的呢，他的重重无尽呢，他的伟大地方就在这里。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师父跟我们表彰说的法界，华严经义海百门这个就是这样子，因为他说他的文字都有对仗，然后写的非常的唯美这样子，所以呢，师父呢，他叫我好好体会他的文字，就说他这个。那个华藏大师呢，他的文字写的又对仗又工整，然后又把他解释的真的是淋漓尽致啊，真的我们可以这样讲，就说师父说呢，光这三句呢，他就讲了一节多的课。所以呢，叫我们要好好的去欣赏这样美的文字。好，谢谢大家。跟师兄师姐阿弥陀佛。今天就光两三行师父就可以讲个一节课，所以说对我们来说这个真的是文绉绉也很美的词句。我在最近要谈起法界缘起，以及法界啊，那是一套楞严缘起，这种的缘起性。了解空性的这个地态，那在这里，我觉得今天特别以这个
那个已经那个，来跟大家分享，就是殊胜为原则，殊胜精妙，你好这样比较。然后他这边叫奇特，奇特胜众，啊，在华严经里面，信佛所化为成数菩萨，啊，那这都是，啊，表为在一。一正如爱，因果如爱。那大家因为前两天去啊拜访一个师兄，啊，其实也是建议你有时候是去关心他，因为他前几年车祸真的很严重，可以讲到全身使用铁片拼起来，骨头都碎了，全身在羽绒肿里面动刀真的是。十几个小时，全身都在讲都是铁块地起。但是呢，因为像因为他在家里很用功，那他在分享，我跟他分享说，我最近在上这个华严经的课程，那我跟他分享我上次分享的那个梦境，就是华严的梦境。但是他很用功，他每天有诵华严经，他已经诵完31部华严。我说哇，真的是太棒了！31部，一部华严80品，华严80，那么大的一部经，他居然已经完成31部，所以这样的因缘，我说哇，那你这样真的是我很赞叹他。所以呢，他也说，因为他，你当然就是也讲到我们回家不打回神，跟他回神，他就说，讲的是本意哈，然后他见到老丈来。走一走，他说：“去大山了，真的天空无云啊，就看到一朵远远的啊，自己爬山。说哇，那这简直像华严讲的那个菩萨，哦，就像是天上的鬼神树菩萨，是菩萨的一个地报哈，菩萨的果位。然后他就有一次就是，他说树林里面。”也没有东西，可是就看到一个人，然后见到我们云龙，然后他们是穿黄色的山那个山袍，然后就看到，然后就是像菩萨的戴那个帽子，啊，菩萨，然后还有身上都是披金哦，啊，他说，哇，他说见到他真的是很开心，我说你这也是，就说这就是我们这样讲讲的这个华藏时期，对。在诵华严经哦，啊，就说在这个华严法界这边哦，你的信心也很充沛，就是说很充满的信心，哦，所以说你能够见到这样的法界，有时候可能跟别人谈起，有时候他也很开心说，可能跟妙觉佛人谈啊，你在讲功课，哦，那但是我们同样有哦，应该是你在哦。学过我们的经经文法等等，所以了解了这个啊，不要的这样子有一些一个小时说，那你就说哎呀，那下次再来，你觉得聊得很开心等等，这就是说大家有在熏修啊，有了解这个在法上来讲正法的观念基础，啊，就很激励大家一个就是分享，啊，这首的分享啊，这首。师父、师兄、大师姐，大家好。今天师父讲这个缘趣啊，《华严经》一海百无边际。我觉得最重要的重点是在讲这个缘起，遍通于一切啊。显现时刚讲的重点是在印基和教理这两个，就是印基是对的，人的根基，我们人众生的根基，教理。说这个教理，然后怎样因材施教，重点就在这里，才能够通这样子。哎，三就是众生以因果主三种世间来表彰表达今天这个法藏师父要法藏大师要讲的这一篇文章，重点就是我们的印基施教，大家听的重点是围城的道理性印基。就是听着和下面理解的各有所
多我们讲这个叫自己的体会哈、啊，自己思考。谢谢。师父，各位师兄师姐，阿弥陀佛。今天上义海法门，师父说给短短的几段，就记得如下啥，然后各位师姐有给我分享一些，还有黄师兄的分享，有好像都重复的意思了，现在的大概有，而且字面又很漂亮，很漂亮，词汇又很好。我是回去再多看看的，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啊，谢谢啦。师父，各位师兄师姐啊，我们今天的这个课啊，又让我其实就回想到刚开始来上这个，开始上的法界观门啊，一开始我第一天来上法界观门，我讲，心里就想说。对的，我这是就是我要的，这个就是我要的，所以说我真的没有，我从开始上到我从来不缺席的 啊，只有比如说生病啊、上医院或什么啊，但是真的就是我要的。那今天我们这个宝藏大师的这个部分啊，这个华严义海这个法门啊，光是师父今天讲的前面这一段啊，我真的是在里面就一直太有这个希望，很赞叹，就觉得。很漂亮，怎么这么漂亮的文字呢？那它每个字哈、啊，它所彰显的里面的道理哈、啊，就是跟师父讲的一样啊，没有一句，没有一字，没有一字的废言呐、啊，通通没有啊。那我们真的是值得我们这样哈、啊，一字一句的慢慢的推敲啊，慢慢的推敲啊。那我们只要。跟随的师父，师父就会好好的来教导我们啊，大家哈、啊，我们互相来勉励啊啊。那这个另外一件事情啊，就今天就有师姐她哎，那叫忘记谢我师姐啊，哎、啊，跟师父现眼说啊，我们要去啊，去哪里去西安参访啊？是，我一听你当下哈、啊，真的是。很感慨啊、哦、到底真的要去我能去吗啊、哦、可能没办法啊、哦、真的是很多的因缘也不用讲得太仔细啊、哦、那可能就是现在认为就是说很多东西你可以去一个愿啊、哦、是可以去愿啊、哦、发一个愿什么啊、哦可是在我现在的心境啊，我真的是发不了这种其他的这一类的愿、啊、真的是就没办法再发这些愿、啊、但是就是在自己啊的能力范围内、啊、我真的啊刚刚在讲的这个愿啊，我前几天前一两个礼拜啊，我同修在说哎现在真的冬天的话，你一些夏天衣服还在柜子里面啊，他收一收。他在收的当下啊，他就把它收到楼上去。那我要看，我心里想说，拜拜，这些衣服我可能我还能不能穿得到他们，我自己都不知道，也不敢想说啊，好吧，那就收起来啊，就收了。看那些衣服还收起来以后，我就想到一个。我还会不会再用到它们？所以现在我的心境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现在只能够利用这个时间哈、啊，能够赶快的用功啊，哦、嗯，就像我，我也是不好意思啊，我前几天呢、啊、自己在家里很用心念念念念念到居然会泪流满面。啊、我认为说我这个护工我就要在这个地方去用功的、啊、真的是我不晓得怎么会泪流满面这样子、啊、但是这中间 有一种心那种忏悔心在念佛、啊、我认为现在我大概可能做的就是这些也不要去发什么其他的什么大愿、啊啊、就是这一种
这个机会哈、啊，来跟大家来互相勉励，好、啊，谢谢阿弥陀佛。刚刚讲的更正一下哈、啊，我刚刚有到那个 Google 去查了一下哈、啊，那个建福寺哈、啊，它的对面哈、啊、叫做小雁塔寺路，所以在小雁塔的对面。我刚刚去查过了哈、啊，在建福寺它的对面是小雁塔寺路，所以它是在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啊，它在碑林区，所以在西安碑林的博物馆这边，哦，所以它算蛮市中心的地方哦。看，刚刚查了一下，然后说分享一下，就是那个我们十二月吧，还是十一月的时候，我们有电影日，有看电影哈，他就是在西藏有一群人，他家里的人，他的老父亲就是那个家长发愿，他们要去朝圣，啊，然后他们就去历经了各式各样，那个电影里面就是历经了各式各样的灾难啊，各式各样的阻碍啊，还有挫折，他们都还是啊。把那个朝圣，把它朝圣完，回来的路上还在朝圣，还是一样啊、哦，三步一拜这样的，五步一叩这样的。然后他那个家长就死在路上，死在那个圣上，那个叫做那个是一个圣上，所以他是非常庄严啊。所以其实哈、哦，就是看，就是。他能够在朝圣的路途上面哈，他这样子走，没有比这个更殊胜的。正念的状态之下，发愿愿心的状态之下哈，这样走哈，是最幸福的事情。所以其实有时候发愿哈，我们就只要相信说这个，没有所谓的好或不好，一切只有业。真正相信佛法的人呢，他心里就只有，就是修殊胜的业啊，敬业，啊，那他将来的过未来啊，就会光明，非常光明，好、啊，那祈勉了，能够有一天能够去了哈、啊，然后再来做这个仙毫，今天有讲到这个一微尘仙毫，殊胜为言啊，殊胜为精妙的这个哈、哦，这个就想到那个《华严经》的那个入法阶品，参到最后一参，参到那个普贤菩萨一微尘，他就以一毫毛来讲，一毫毛里面有无量无边的世界哈、哦，每一个世界里面都有佛在里面，然后普贤菩萨啊，匆匆无尽。下去，所以这个可以对应到《华严经》的那个普贤品哈、哦、里面啊，就做个分享那个。好，这个每个人的学佛的阶段啊。还有因缘啊，都不一样啊。那么这个去朝圣啊，这当然是非常的殊胜啊。来去看一看这个古大德啊，这些他们曾经待过的寺院啊，啊，这个都会给我们有很多的启发啊。那因为每个人的因缘也不一样啊。那其实有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好好的能够念佛哈，这真的也是算是最殊胜的一件事情啊，能够好好啊。那么其实这个好像普贤菩萨善财童子，他参到最后啊，他还是要倒回净土，
啊、哦，他还是要导归净土。那么一旦导归净土呢，啊、哦，那先好以现以全身呢，它就不是一句很美丽的话而已啊、哦，而是一个亲正的真实的境界啊、哦，它不是只是一个好像一种文字的这么巧妙而已啊、哦，这是佛菩萨的一种亲正境界。哦、所以我想呢，这个我们今生就算没有这个因缘再去，因为现在啊、哦，真的就刚好看一下新闻啊、哦，已经台湾慢慢要往封城的方向在走了，已经像郑文灿他今天意思是说，可能有1000多人需要所谓的被隔离，对，已经有1000多人了，就是只需要被限制。就是说，以前叫做自主隔离嘛，就是哎你自己管好你自己，不要出去就好。但是现在这样还太危险，因为我们大家知道台湾人有时候对不对哈、哦，就变成就是他严格去盯着你有没有跑出来这样。啊、哦，现在是已经我刚才看是他有差不多这样，大概因为就是说这些已经染疫的他去过的地方。那些人都是会需要去做这个暂时不要离开家里，不然的话，简单讲，今天我是确诊者，今天假设我是确诊者，今天我们传给大家任何一个人，这都是有极大风险的、啊，是不是？懂这个意思吗？啊、哦，因为病毒又没你们脸上又没有写说病毒在我这里，没有写嘛，这。今天只要有一个确诊者，反正是跟他有接触的，是都有可能。不管他长得漂亮不漂亮，不管他是有钱没有钱，不管他的官有多大，只要是所谓的确诊的接触者，是都有可能的。啊、所以说现在就变成这些的接触者就要被严格的被隔离，懂这个意思吗？啊、那郑文灿就是说。这样估算起来差不多有1000多人、哦、有1000人就是被框需要被框起来、哦、所以说现在、哦、也不要想说去哪里真的、哦、现在其实那你说现在这个疫情会到什么时候没人晓得啊、哦、没人晓得顶多是说夏天有可能会比较晚就是说疫情没那么严重、啊、如果说这个病毒真的是比较不喜欢暖和的话，啊，它就是在夏天比较热的时候，它可能扩散力或它活动力相对比较弱，但是它并没有消失啊，而且它还在不断的变种之中啊，啊，它已经现在出了多少种了啊，像疫苗。哎，现在我看那美国的一堆巨大疫苗啊，啊、巨大，就可能他们觉得说，他们已经觉得说变得那么快，现在的疫苗到底有没有用？当然，还有人打疫苗，反而又出现了一些副作用，一些不适应症，所以他们会变得那这样，我干脆不要打好了。第一个打了有没有用不知道，第二个打了万一我是那种对疫苗会敏感。极大作用的人反而要出事情，那这个风险也不小啊。哦、所以目前美国前几天我看新闻是，美国的医护人员是基本上有好像有不少人巨大、哦、所以说现在哈、哦，其实每个人都应该念佛念到痛哭流涕才对啊。但是真的哈、哦，是说，因为、哦、今天美国统计染疫死亡，美国、哦、已经40万了，不是确诊者、哦、是染疫死亡。对，死因为染疫而死的是统计出来是已经40万，所以他们今天是说，因为正好是那个川普下来的这天，他们就说这就是川普的。一个很重要的证据啊，就是染疫死亡者40万的，哦，
你看现在台湾确诊者才几人，还不到1000人呢。这个如果 你用那个比例去算好了，你用比例去算，美国是两亿多人口，两亿多，台湾算两千三三几倍。啊，大概几倍？2000多万到2亿，十倍而已啊！美国对，那你看，那他的我们台湾的十倍，那就是就算1000人，那也才确诊者才10000，就是说以比例来算，就是说美国如果我们是这样，如果说美国有办法控制跟台湾一样，那染疫者也是比台湾的。那个他才10000的，可是他是死亡就40000的，那你看他这严重到什么程度？要懂这个意思吗？哦，所以说这个，哦，那所以说哈，哦，其实现在哈，哦，什么不要再想了，现在先能够健健康康哈，哦，这个不要生这种很麻烦的病哈，哦，这已经是最大的福报了。啊，哦，能够好好健健康康念佛听经闻法，真的已经是大最，人家有些人不一定那个，因为美国那些有一些确诊者，之前你看这个法国总统也得过啊，哦，川普也得过啊，好几个总统都得，对不对啊，哦？但是因为他们医疗团队都还有那个福报，所以说全国最好的医生医疗。哦，都集中在这几个人，当然他当然都会挺过啊，哦，所以说哦，这个现在真的是一个非常时期的，啊，非常时期，哦，所以说我们就是说真的啊，桃园现在好几个县市都说你们，哎，他们说你们没事不要去桃园啊，哎，真的啊，真的现在不是乱开玩笑，真的新闻都讲。对，现在连别的县市都要求他的一些人都现在没事啊，还有国防部也说所有的官兵都不要去桃园啊，真的啊，哦，所以说那我官兵不能休假，对，我们就是说尽量啊，现在已经不掉了，我们回家不动，哎，啊，所以说我们啊，就是说非必要的啊，我们尽量少外出了啊，因为这个病毒在传，你不是像你想象说，哦，他现在还在台北，他一个高铁他就到台，就到高雄了，哦，这个传染途径是可以很快的，哦，但因为你看不到他，你没办法看到他在哪里啊，你不知道谁，有时候他没有发作，他人啊，我问你病毒在他的衣服上面，啊，在他的什么上面，对不对？哦，所以说这个呢。啊，当然我们也不要说太过紧张了，但是一定要啊，一定要有警觉性啊，我们一定要说尽量保持距离啊，勤戴口罩，勤洗手，这个没别招了这样啊，还有一招就是要多念佛了，真的这个是啊，佛菩萨还是有他啊，他不可思议的这个功德力啊，我们多念佛。哦，这个佛力加持哈，哦，啊，这个一定还是会比较减少这方面的啊，哦，这个疾病的这些障碍哈，哦啊。所以说，这个当然是想一想啦，啊。那其实，我觉得说网络看一看他那个什么实景也不错，啊，哦，也大致上了解啦，啊，哦，但是还是我们讲经反正找资料就讲一讲啊，哦，这样啊，哦，啊，那当然有因缘将来。可以去，那也是非常的好，真的哈，哦。当然就是说，又人类又可以回到说，哦，比较自由自在哈，哦，去旅行啊，去做交流，那当然是，那现在就是说，现在我们的福分有没有不晓得啊，现在的福分就是健健康康就是最大的福分啊，所以说我们健康的身心，然后听经闻法，来修品，哦，汲取这些。啊，真正的，修行，的资粮，
制度度它的资粮哈，这是啊，现在是已经是最最珍贵的东西了哈，我们大家好好珍惜啊哈。我看那个新闻，那个意大利、西班牙那边的医生都太崩溃了，他们都已经有菌了。对啊，对，其实是薯条现在叫布条，现在叫布条啊。也是。也是啊，经过他看，就是说，其实已经很多医护人员是属于崩溃状态，因为。其实你看啊、哦、一个人他被关在一个地方就已经是很辛苦的事情，然后关在又是一个又是从有病你就知道是已经有病毒的地方， 你懂那个意思吗？那如果你又而且要当这些医生通常他们都是有家庭的人，懂那意思吗？他有家庭，有父母，有儿有夫妇，或者是有小孩，啊、嗯，他会很难受，就是其实他很思念大家，可是他不敢回去，对他不敢回去，啊、嗯，不敢回去，啊、嗯，所以这个是也是有很多人性的考验啊。我们说真的，啊，有很多人性的考验。美国有个医生已经值班243天，上班上243天。对啊，没有办法，所以说那个刚才我看了、啊、因为最近不是才开刚开那个什么唐吉诃德的一个百货公司哈，哇，那个人山人海挤到那个，然后一个我看一个新闻说，他说那个医护人员说拜托大家不要再去这种。那么多人挤在一起的地方，他如果我们台湾人在这样做，他真的不要再做医护人员。他说这样，他们做那么辛苦没有意义啊，懂这个意思吗？就是说，我们为了大家犯那个冒着这么大的风险，可是大家就不愿意好好配合一点点说，说稍微现在是什么时候，大家还在。啊，还好吃好玩的，到处在跑，到处在看这样子，然后增加那么多的风险，啊、哦，就是说，有时候太低估这个病毒的那个传染哦，那真的招致说台湾大流行起来，啊、哦，那个现在大家都在传染，这个关键的这一个月啦，啊、哦，如果说关键这一个月就是锁在10个、20个之内，那就台湾的人还有点不高、啊、如果这一个月、欸、今天下午陈时中又要出来了、啊、出来是又要发生什么事情不知道了、啊、就是这样子、啊、因为这个有的时候突然一暴增，就是因为这种他不一定确诊，但他身上有病毒的人，这种人你要怎么去防他？真的是遗传型的，真的是这样子啊。然后，而且是像一般一海板们在一直扩出去的嘞，哎，一直十传百百，然后在一直扩。所以病毒它也是毒海百门啊！我跟你讲，真的是这样子啊。它也是一直扩，就是实际上也没错，它真的也是法界缘起啊。哦，它也是法界缘起啊。哦，那问题是说。就是众生招感的这种毒的法界缘起，那没办法，所以我们要赶快回到我们的善念、净念啊、哦，要转念，真的是只能这样，要靠我们转念才有办法去转这个业啊，所以他这个毒海百门，我们要这个地海啊，真的华严的这个清净善的这个，如果真的能够显发出来，它也是百门。只有这样才能够战胜啊、哦！只有这样才能战胜啊、哦！那所以说，我们大家哈、哦，现在哈、哦、不用太多妄想啊、哦。先这一个月真的啊、哦，本来有我有要我去哪里，我说现在哈、哦，现在这个疫情严重，都不要去了，都不要去了，好像去哪里都先不要去啊、哦，也不要去外县市，人家知道你是桃园的。桃园那么冷，这是因为已经真的现在桃园已经被标签了，你知道吗？哎呀，国防部军人都不敢来了，是下令不能来。
啊，啊还有几个县市政府也说，哎，但没有是不要去桃园啊，处理什么事情先不要去了，啊我们自己还在傻傻的这样到处转，哎，那个他有一张框那个。放一个确诊者的那个足迹，那现在那个整个桃园市中心的那个蛋黄区，全部都是他的足迹范围，啊，所以说啊，这个哈、啊，再不要轻，简单不能轻敌啦，啊，就是说这次的病毒它是，等于说它传染特别的能力特别强，而且发病也比较快。啊、因为这个就是物竞生存，物竞天择嘛，就是说你要去治它，它就有不断的去增强它的能力啊，这是所有生命都有这样的一种特质，啊、所以它存活下来的病毒，它会越来越厉害，啊那我们大家就是说真的。真的是说这段时间哦，这个月我们真的为自己、为台湾啊、为全世界，多多修行祈福啊，真的哈、哦，真的说这一波台湾这一波这一个月啊，看是什么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吧，不然真的爆发起来哈、哦，这个不是那么就开始封城，现在已经慢慢。就是说，现在就是说，如果能控制住就不用封，但如果我们陈时中又再出来一次，从各这个十位数变成百位数的时候，他就不得不封城了，啊，他就不得。现在还有什么过年拜托啊，什么时候？现在所有好多中国大陆就是过年全部都封掉了，好多好多。那个年节的活动全部都取消了、啊，好多的年节活动都取消，灯会台湾最重要的台湾灯会取消了，啊，什么炸邯郸啊，几十年都没停过，今年也开始停了，啊，现在没有什么年的了，现在，能够度过节日，希望大家都还可以穿到夏天的衣服啊，真的是这样子啊，真的是这样子啊，不是开玩笑啊，不要啊，不能轻敌啊，不能轻。轻视，这就是其实现在众生的业哈，也是造得太凶了，真的，不管是口业、杀业，有时候看他们在讲话哈，哎，真的是，都一点没有所，现在没有所谓的口德这种东西了，现在都没有，所以，我们大家好好加油，好好加油，阿弥陀佛，我们就到这里哈。